课经本203面啊，203面第六行啊，从抄这个地方看起。那么这个抄呢，是解释书的啊，非别从总者，以物应而闻，而应我闻啊，良有我自同收诸根识等，以总该别，故曰我闻。这一段的意思很明显，我们讲啊，眼耳鼻舌身，这是我们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啊。那么说我呢，就把这许多部分呢全都包括了，所以不说耳闻，而说我闻啊。再看下面，是实教等者啊。那么这是解舍，就是大乘里面的实教、宗教、顿教。若云我即无我，闻亦无闻，是大乘出门实教义也。这一句是实教的教义啊。实教这是讲空啊，大乘实教是讲空，完全从体性上来说啊，如果拿我们现代这个哲学上的术语来讲呢，实教讲的是宇宙万有的本体啊，本体是空寂的，所以一切现象呢都是因缘所生法啊，凡是因缘生法，就没有自性，就没有自体，所以我实实在在不可得。我既然没有，那谁闻呢？啊，当然也就没有闻了啊，没有人这个闻了啊。那么这个是小乘的空中啊，以及大乘的般若。可以说都是说一切法空啊，一切法空。所谓说佛也无说，我也无闻呢、啊、这个叫真闻啊，这叫真闻。那么这个意思呢，可以说有相当的深度，尤其是大乘的般若宗啊，般若这个系它是的确是有相当深度。可是我们从《金刚经》讲义里面去看啊，姜维农居士说得很清楚，他说在唐宋的时代啊，很少人愿意讲《金刚经》，为什么原因呢？就怕人听了之后发生误会，啊，堕到卧取空里面去了，那个麻烦就大了，啊，所以这个经上常说，宁可知有如须弥山呐，不可知空啊如芥子，啊，那就是说，你知着有。这个人有救啊，啊，有怎么样呢？有因有果，啊，你至少啊不敢做坏事，啊，你会去做善事，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啊，
这个还有救的。如果执着空了，这什么都空了，他什么坏事他也敢做，我做了做后头没有空的嘛，啊，这个就不得了，啊，弊病呢很多，所以古人呢都不愿意讲这个《般若经》这个经论，啊，就是怕听的人如果没有明白真正的意思，往往起误会。那么近代呀，谈般若的人，就讲空的人很多，啊，说得很玄很妙，说得天花乱坠，啊，其实他空了没有呢？我看他没空，为什么呢？他对这个名利啊很重视，很计较，啊，可见呢他没空，口里说空啊，心中不空啊，啊。那么他说的那个空呢，决定不是三乘里面的空义，啊，为什么呢？自己啊要不入这个境界，你所说出来的不是真的，啊，是假的，啊，所以自己必须契入这个境界，啊，真正体会了，然后你说出来。那个味道就不一样了，啊！现在有很多人呢，说空啊，谈玄说妙啊，都是文字表面上的，啊，多看看几本书了，他就在那里，这个信口开河了，啊！你要真正问他几句呢，他也答不出来了。这个是我们应当要晓得的啊。所以姜维农居士，他在这个《般若经》上下了40年功夫啊，是有价值的啊，确确实实他能够体会到一些啊。那么虽然能体会到一些，可是他还是专修净土啊。求愿往生，那么这是什么回事情呢？给诸位说，这是真正懂得了空义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主张一切皆空、万法皆空的啊，内外都空的啊，这个毁谤净土，不愿意求生净土。他对于空义实实在在没有明了，啊，没有明了，啊，你说这个马明菩萨、龙树菩萨，这都空中的祖师啊，啊，这些人都是发愿念佛求生净土的，这个中国大乘八个宗派。都是龙树菩萨传的，啊，所以龙树是八宗共祖啊，啊，八大宗开山的祖师啊，他是一个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啊，那么由此可知道，没有哪一宗啊不归入净土，啊，都是最后啊都是直归净土的，所以这是我们应当要认识啊。说若云从缘故空，不坏假名啊，即不闻而闻，闻而不闻，这是宗教义啊。宗教呢是大乘末后的一个阶段啊，这个时候啊着重在讲现象了啊，讲相啊，所以实教啊是讲体。啊，体是空的，但是体它有相啊，啊，相是有啊，相不空啊，啊，但是这个相有啊，你也不能执着它真有，啊，它确确是有，它不是真有，啊，那么佛法里面讲真妄，
它的定义是在讲很简单，很容易体会得到。凡是真呢，就决定了不会改变。啊，永远常住啊，佛法就叫它是真的。它要常常会改变呢，那佛法就叫它那是假的，假象，不是真相。啊，那我们想一想，哪一个这个相啊，它是永远不变的？找不到。啊，动物有生老病死，对它的变。啊，刹那刹那在变。啊，植物有生住异灭。啊，它也是刹那刹那在变。矿物有沉住坏空。啊，沧海桑田，它还是在变。啊，换一句话说，你找不到一样东西是永恒不变的。所以佛才给我们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就是这些相啊，通通是生灭法，啊，不是常住的。啊，那么换就是缘生缘灭，啊，因缘生法。那么因缘生的呢，这就非常明显了，能够看得出来，哎，相是有，这个有啊，暂时的有。啊，比如说人在这个一世，他活了几十岁，啊，活了八九十岁，哎，这个八九十年当中他存在，以前呢他没有，以后他也没有。啊，这个，前天呢，啊，这个星期六的下午，啊，星期六的下午。我在台大医院，他们医院呢有个念佛会，啊，很难得，啊，请我去讲演，我看了很感动，这医生护士啊带着一些病患呢在念佛，念得很恳切，啊，念得很恳切，因为他们天天看到人呢，这个走了那个来了，他看到这个是现象，他给我们的感受不一样。啊，病患是在病苦当中啊，这个很难得啊。那么那边同学告诉我，这洛杉矶这个周宣德居士的太太啊，13号往生了，啊，就是元月13号往生，他今年90岁，啊，他们夫妻两个同年，啊，那么我就想的确实。人事无常，我离开洛杉矶在那里讲演的时候，他天天都来听，啊，天天都来听。你看离开大概三个多月，啊，他就走了，啊，所以万法无常啊，啊，万法无常，啊，哎，所以这相呢是假有。啊，所以佛法里也称作叫妙有，这妙就是什么呢？它不是真的，所以不是真的，它有，不能说它没有。啊，所以体验是空的，相啊是假的，啊，所以相有。啊，《心经》上告诉我们，啊，色不异空啊，空不异色。那个空是讲体，啊，讲本体；色呢是讲现象。啊，体跟现象是一样的，啊，换一句话说，体是空的，相也是空的，啊，这就告诉我们，体相啊都不可以执着，啊，执着通通是错误了，啊，所以这里讲的缘生故空，啊，缘生故空是讲相，啊，从相上讲，说不坏假名，啊。假名不坏，那假象当然更不必破坏，啊，所以佛法在世间呢，不坏世间相。
啊，不坏世间相，啊，佛法在世间不立世间法，啊，所以真正呢，这个真正修行人，他道场是在心里，啊，他不是在外面形象上的，道场在心里，啊。六根戒除六尘境界，通通叫修行。啊，通通叫修行。啊，实际讲的是，不管哪一宗哪一派，高级的修行方法本来就是如此。生活就是佛法，佛法就是生活。啊，所以它跟我们生活完全融成一体。啊，华严经上就发明了这个意趣。啊，所以读华严的时候非常适合于现代人，啊，尤其是西方啊，这个思想开放啊，生活自由啊，啊，与华严境界完全相应，啊，只要你真正懂得，的的确确，那个人生最高的享受，他可以获得的，啊，不像这个。小乘全教它有迹象啊，它有一定的仪式啊，有一定的仪规啊，这个十教大乘菩萨他的生活就是修持啊，所以这个不坏假名，不坏假相，不坏世间法啊，那么这个呢就是不闻而闻呢，闻而不闻啊，怎么说不闻呢？从理上讲，没有闻。理上讲是，体是空的，相是假的，哪来闻呢？啊，但是从事上讲呢，有闻。啊，就有理有思，啊，所以说闻而不闻。啊，你晓得闻是指哪？指什么？不闻是指什么？啊，理事是圆融的，理事是没有妨碍的，啊，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啊，这个才是圆寂妙寂啊，嗯，那么这个是大乘宗教的教义啊，若云能所双极。无闻不闻，立念顿显呢？这是顿教义啊。这个意思是说，万法缘生，因为缘生呢，他没有自信啊，所以显出了法也是空的。啊，一切法也是空的。那么缘生呢，显示出无自性。缘生呢是能显，无自性啊是所显。能所啊，双极是两边都离开，啊，两边都离开。两边都离开呢，闻与不闻呢，这是两边啊，所以说无闻也无不闻，这个无字啊是惯下来的啊，无闻不闻啊，这两边都离开，立念顿显，立念呢就是真心。真心理念的，那在我们这里来讲呢，就是一心，啊，就是理一心不乱的，一心呢就现前了，啊，一心就现前了，这是很高的境界，啊，很高，这个就是我们常讲一念不生，啊，六祖所说的本来无一物，都是说的这个境界。啊，都是说的这个境界。
所以这个大乘圆顿人，他在生活当中啊，他修什么呢？他就是修这个啊，他处世待人接物里头啊，修一念不生。这个一念不生就是甚深的禅定啊，啊，他修这个。那么外面四心呢？哎，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修慧啊，定慧等持啊。啊，我们这个经呢，自古以来，前面跟诸位讨论过，自古以来这些大德们都认为啊，《弥陀经》是圆顿法门啊。那么你就晓得，念佛人实在讲，他修的是最高等的佛法啊，无论在什么境界里面，只顾着一句啊，阿弥陀佛，其他的一切妄想杂念通通放下，这就是顿呐。啊，闻与不闻是两边呐，两边都放下了。啊，心里面单持一句佛号，啊，单持一句佛号。啊，一切放下呢，就是双极啊，单持这一句佛号啊，就是双照，极照同时啊，所以他这个力量啊，不可思议。我们今天念佛，所以念的功夫不得力。绝对不是这个法门呢，不善，是我们自己啊，没有能够依照这个法门去修学啊，过失在自己啊，不在经典呐，不在佛菩萨了啊，过失究竟在哪里呢？就是在我们贪嗔痴慢没有能放下了啊，是非人我没有能放下，那个障碍在这个地方。如果能够将是非人我贪嗔痴慢通通放下，那功夫哪有不得力的呢？啊，是非人我是外面的缘，贪嗔痴慢是里面的缘，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啊，为什么呢？通通是缘生法吗？缘生因缘所生法了，当体即是空啊！啊，我们就迷着在这些虚幻的现象里面啊，好像做梦了，不知道做梦，把那个梦当作真的，坏呀，就坏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功夫不得力了啊。这个无啊跟力啊都是舍的意思啊，如果都我们都能把这个放下，我们心马上就清净啊，这个清净心就是我们的真心，就是我们的本心啊，就是本经里面所讲的理业心不乱啊。那么这个是顿教之意啊，与我们这个经呢是相应的啊。再看底下一段，说我无我者，生而不生，不生而生，
即法身故。根近者闻说阿弥陀佛，能闻所闻呢，非一非异啊，非异故。娑婆极乐者，所谓娑婆一真，全处极乐之自心故，以此经分摄语言，应归法性故。那么这是讲到我无我啊，大师给我们解释啊，生而不生，不生而生，生就是有，生呢就是我，也可以说生就是凡夫啊，这凡夫执着生嘛，执着嘛。无生呢是阿罗汉小乘，那小乘无我了啊，就是我执断了啊，阿罗汉绝对不会再执着这个身是我啊，因为他真正明白事实的真相，他我执没有了，但是他还有法执啊，还有法执啊，这个地方呢是叫我们连那个法执也破掉啊，说生而不生，不生而生呢，即法身故啊，生不生呢是一不是二啊，为什么会有凡夫二乘呢？因为他执着啊，一个执着生，那么叫做凡夫；执着不生的，叫他做阿罗汉。换一句话说，一个是执着现象啊，相是有的嘛，执着有；一个是执着性空，体没有嘛，他执着空。好像我们现在讲这个哲学一样，本体啊，一个执着本体啊，一个执着现象的啊，做现象的，我们叫他做凡夫。我们说是我，他有我；执着本体的，他无我，啊，他执着空，啊，两边都错了，啊，我们凡夫错了啊，二乘人也未尝是对的呀，啊，还是错了啊。所以这个佛这个大乘经里面呵斥阿罗汉辟支佛了，说他们叫骄牙败种啊，啊，堕在涅槃坑呢，啊，呵斥他们，意思就是在此地啊。所以菩萨呢，他聪明，他两边都不执着。为什么他两边都不执着呢？他晓得这是一桩事情啊。体是相之体，不是相外面有一个体。不是的呀，相呢是体之相，不是体外有个相啊，就像古人做讲比喻一样，以金做气，气气皆金啊，金在哪里呢？那个气就是金嘛，金就是气嘛啊，气外哪有金呢？啊，金外没有气啊，所以金跟气是一不是二啊啊，所以说是生跟不生呢，是一不是二，两边都不执着，这就是法身。啊，这个法身意思就现前了。法身是真我，啊，那么底下讲根与净，啊。更近的呢是闻说阿弥陀佛啊，闻这是根，能闻的是根，所闻的阿弥陀佛是境界啊，能闻所闻呢，你说到底是一还是二呢？啊，
根深根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当然不是一个啊，所以叫非一啊。但是根尘呢，都是从真如本性里面变现出来的啊，这个要讲到为识了啊。我们讲根，就是阿赖耶识的见分；我们讲外面境界，讲尘，就是阿赖耶的相分。见分与相分呢，是从同一个自真分里面变现出来的，所以性相同源，同源啊。现在我们这个科学还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啊。就是你像现在他们懂得这个物质不灭啊，物质不灭啊，晓得能与质啊可以互相转变，现在科学懂得这个道理啊，可以把物质啊变成能量，这个原子弹就是根据这个道理发明的。但是现在还不知道怎样啊能够把能量变成物质，科学家还不懂得。如果这个要懂得，那受用就自在了啊，真是我们想什么就可以变现什么出来了啊，因为所有一切这个物质嘛都是能量变现的吧啊，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个变法啊。这个是什么直的智能啊，就是无的智能。我们在佛法上讲呢，就是尘六尘的呀智愚能啊。可是还有一部分呢，这个科学到现在恐怕没开始探讨，就是心理现象啊，心的能啊。他不晓得这个心的能呢跟物的能呢是相同的，是一不是二啊，它是同源的。正因为同源呢，所以你到没有障碍的时候你就变化自在了啊。像西游记上讲的孙悟空七十二变呢，那是小悟啊，太渺小了。到你无障碍的时候，那你的神通广大了，不可思议，你可以变化三千大千世界啊，决定可能。为什么呢？三千大千世界也是我们心能变现的，所以从根源上去看呢，它是相同的，没有两样，又不异呀、啊，非异呀、啊，啊，从眼前现象上来看，它不异，它不是一个，啊，从根本源头上去看呢，它又不是两样，所以说非异非异，啊，非异非异。这个理呀、啊，非常非常的深，啊，但是我们能够体会得到，啊，如果体会深了啊，就入了这个境界了，啊，就入了这个境界了，嗯，入这个境界，事实的真相就显示出来了，啊，换一句话说。你的本能就显现了啊，所以佛法里面讲修行啊，一个凡夫
怎么能够成罗汉、成菩萨、成佛？所有一切修行的原理是根据什么？就是根据这个道理。由此可知，所谓修行，决定不是修我们智慧，不是修我们的神通道理，不是的。因为智慧、神通道理本来具足的，修什么？那么究竟修的什么呢？修的我们迷惑颠倒，我们把我们自己本有的智慧、神通道理迷了，不晓得了。你现在把这个迷去掉，本能就恢复了。这修的是这个，所以千万不要搞错了。以为呀，我们这个本性外面还有智慧，外面还有神通，这就搞错了，这就变成外道了。所以要晓得，一切法心外没有，一切法向自性里面去求，所以佛法叫内学。心外求法了，那叫外道啊。我们今天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在哪里？这是我们自心变现的你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现在用这一句佛号了，开发我们的自信呢。你要认为我们这个心外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心外有个阿弥陀佛，他能来帮助我，那你就变成外道了，念佛念成外道了。此地给我们说的这么多，就是叫我们明白事实真相。娑婆依真，全处极乐之自性。娑婆世界就是我们现在处的环境。我这个几年呢，常常到国外去，对我自己学佛有很大的帮助，有很深的体悟，悟什么呢？天天在做课，天天在做课，有没有家呢？没有。回到台湾住的最长了，两个月，最长了。所以在观念当中啊，这个世界就是旅馆呐，天天在旅行，那么再想想，我们这是这一生天天在旅行，所以对于任何一个地方呢，没有执着了，为什么呢？住两天就要走了。对于人与事都看得很淡了。那么再想一想，如果我们不生净土，我们在六道里头也是旅行啊。今天在人道，明天在畜生道，后天到地狱道，六道里的六个地方去旅行啊，转来转去那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呢，还是旅行到那里成了佛了，十方世界去度化众生了，哪里有缘哪里去，缘尽了又走了，人生的真相就是如此所以对于某一个地方某一个人，
那种执着的时候，自自然然就看淡了。啊，淡了呢，有一个好处，什么爱别离、怨憎会苦啊，就没有了，就没有了，没有留念。啊，我走到哪个地方？离开哪个地方，走到那个地方，人家欢迎，见了面欢欢喜喜，离开那个地方忘了一干二净，我一封信也不给你写的。哎，这个例子不能开，因为写了信说哎呀，法师给他写信没有给我写信啊，这很麻烦，通通不写，大家一律平等，这个最好了，干干净净，是吧？你也别想我，我也不想你们，是吧？干干净净啊，来聊聊，我会寄个通知。啊，我那个通知怎么寄发呢？我把那个飞机票影印几张啊，把那影印本寄给他们，他们晓得我什么时候到了就行了，我也一个字都不要写了，这就很好了嘛，是吧？何必写那么多啰里啰嗦的呢？哎，这最方便了，哎，就什么都看得淡了，啊，老老实实。念这一句阿弥陀佛的佛号决定有受用啊。那么我过去在这个国外，我也跟你们讲过啊，我想的那套念佛的方法我觉得很有受用啊，现在国外同学很欢喜很欢迎，我以为是我发明的，就昨天晚上翻旧书啊，一翻到里头有个佛七啊，这是清朝康熙年间的，这人家也是这么个做法。原来啊，我想我想的新花样原来还是个旧的，啊，但是这个旧方法呢，现在没有人提倡，啊，没人用这个方法做，我一看到非常非常的欢喜，啊，居然古人啊也用这个方法，啊。也用这个方法，这方法确实是好，啊，值得提倡。但是我们现在这个道场啊，太小了，啊，如果我们的讲堂有两倍这么大，就可以了，啊，就可以用，啊，就是绕佛是一个区域，这个直径是一个区域，拜佛是一个区域，啊，分作三个区域，啊。古人的时候他用三班，用三个班，啊，那么他念的时候他是以一千声佛号为这个轮流的顺序，啊，就是绕佛的时候要念一千声佛号，啊，一千声佛号念完了你就止境，啊，这个第一班止境了，第二班出来绕佛，出来绕佛，啊，那么这个二三班就是止境，啊，那么到第二班的时候，这个一千声佛号念完了，他也止境，第三班呢出来绕佛，啊，他止境的时候，所以他这个想法跟我想法是完全相同的，就是净念佛堂就止语，就不说话，只念佛不说话。啊，不说话，啊，他也不诵经，他也不没有这个唱这个赞子都没有，啊，只有第一支香起香的时候有，以后通通这个佛七七天呢，通通都没有，啊，法器呢只有一个引磬，一个小木鱼，只用这两个，啊，所以这个跟我的想法都完全相同。那么将来我们把这个佛七的仪规呀，我们把它印出来，我们来提倡，啊，我们提倡这个做法，啊，这个仪规很简单，啊，很简单，很实用，啊，为什么呢？大家在一块念的时候啊，没有压迫感，啊，它就是你出声念一千声，你止境的时候啊，听两千声，啊，然后又轮到你了吗？它三班嘛。啊，听两千声，啊，止境我全部精神呢在听，啊，如果觉得昏沉的时候呢，你就默念，啊，就属于金刚持，口念不出声，啊，不要叫自己昏沉，
他用这个方法。那么娑婆是指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啊，所以全处啊极乐之自性。这个自心呢就是法界啊，这个地方讲的自心，我们一般人呢看到这个字啊就会把意思搞错了。这个心什么呢？哎，我现在一天到晚胡思乱想，这个叫心，这个不是的啊。一天到晚胡思乱想，这个不叫自心，那叫妄心啊，叫妄心。自心是你自己本来的心啊。禅家所讲啊，父母前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是这个心啊。楞严经里面你看，这个释迦牟尼佛叫这个阿难去找心啊，就是这个心啊，这是真心。我看到这几天后面我们有戒缘的那个小桌子上排的那个十法界的图啊，当中是一个心，万法唯心呐，啊，这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是我们的真心啊。娑婆世界是我们心变的，极乐世界也是我们心变的。能变的心是一个，所变的世界是两个，其实不止两个，无量无边恒沙世界不出一心呐。啊，所以《华严经》里面讲一真法界，什么叫一真法界呢？那个自心就是一真法界啊，迷了自心啊。那么人一般把外面境界当作法界，这才有十法界啊。其实法界不止十个啊，十是表法，表无尽的意思啊。因为从数目了，从十，那么又再从头算起了啊。从你看一到十，在21到20，31到30，它是表无尽的意思。所以迷了之后啊，法界是无穷无尽的；觉悟了之后啊，法界是一啊，那就是此地所讲的了，非一非一，这个叫一真法界啊。所以说，娑婆一真呢，全处极乐之自性。这以此经啊，分摄语言，应归发性苦。佛讲经，理是一个，为了啊，这个听众对象不相同，所以说法呢，就有区别了，啊，就有区别了。那么这部经呢，它的对象啊，可以说无所不包啊。上面呢包括了等觉菩萨啊，文殊普贤；下面呢是卧道众生，连阿鼻地狱众生呢也包括在其中。真的十法界里头无所不包啊，所以说三根普被呀，立顿全收啊，这个是语言教的教义啊。所以虽然不是纯语言啊，像《法华经》的什么是纯语言啊，《弥陀经》呢也是属于语言教，说分摄语言。那么诸位，在前面呢，我们曾经提过，
莲池大师在当时是有很不得已的苦衷啊，他生在明朝末年啊，明朝天启万历年间啊，那个时候在中国大陆禅的风气非常盛，一般人呢也是瞧不起净土啊，这个莲池大师是净土宗中心的祖师啊，啊是跟别的祖师不一样啊，啊你说到今天这个一共是13代的祖师，啊有特殊成就的只有3位大师啊，啊第一个是建立创造这个宗的，这是净朝慧远大师，啊第二位就是把这个重新中心整新起来的永明延寿啊，以后传了几百年慢慢又衰了，莲池大师再把它整新起来啊，这是净土宗的三大师，了不起的人。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就是禅的风气非常之深啊，一窝蜂都学禅去了，那么他也不能得罪人啊，你得罪人障碍就多了，树敌就多了，所以说委曲婉转的说，如果他是本经是纯云是极云，大家一定要反对了，反抗了，骂他了啊，所以他在这个苏超里面处处引用华严经，引用法华经，为什么呢？法华华严纯云就是把这个弥陀经地位提高啊，啊，因为掺着有法华华严在这，大家不能说，不可以说它不是原教嘛，这个是不得已的苦口婆心的，啊，就是在了当时的时代，所以一定啊要了解它时代的背景，啊，所以说的这个语气啊，非常的委婉。委曲婉转啊，真正明了的他知道啊，弥陀经无量寿经啊，那是圆中之圆的，顿中之顿的，但这个话现在可以说，现在言论自由是不是没有人干事，在当时不行啊，啊，在当时这个佛教界里头压力很深啊，他受了很沉重的压力啊，所以他只可以说他是分圆啊，就是他里面有部分是圆教的思想啊，有一部分是圆教的理论，他可以这样说啊，这样说人家还听了说还勉强能接受啊，实际上呢那是圆中之圆，为什么呢？你说藕益大师他是经过莲池大师啊，把这个净土啊又复兴起来，他是接着的，所以他说的话跟莲池大师就不一样了啊，他讲那个话是弥陀经啊，是华严奥藏啊，法华密髓呀，他就这样说法了啊。这个意思呢，就是圆中之圆，顿中之顿啊，把这个弥陀经呢超抬起来，超出了华严跟法华啊。但是诸位要晓得，如果没有莲池大师打的这个基础，他也不敢说。还不敢说的啊，所以好像造这个宝塔一样，基础啊莲池大师也奠定了，他可以往高处去造了啊，这个才是完全真实显露啊，所以的应归法性啊，那么这是这个是说的非常非常
有道理的啊。尤其我们在这个《弥陀经要解》里面看到这个藕益大师所注解的，那简直跟华严没有两样啊！理事无碍，事事无碍。二位华严最后的归宿啊，就十大愿望道归极乐啊。看底下一段，何以佛成道久，若难放矢出家了，何得居言我闻呢？啊，这个疑问呢，自古以来都有。啊，为什么呢？看看佛教史，啊，或者是看了啊，这个释迦方志，啊，释迦谱，都会提出这个问题。啊，释迦牟尼佛成道的那一天呢？我南尊者出生啊，我南尊者出生啊，所以他的名字是净饭王给他起的啊，就是释迦牟尼佛的父亲给我南起这个名字啊。我南这个意思啊，中国意思叫庆喜、庆祝、欢喜啊，因为有人呢向净饭王报告啊，这个太子成佛了，这是很大的喜事。那么接着又报告他的弟弟生了个儿子，双喜临门，所以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庆喜啊，成阿难啊。那么佛成道之后，就开始讲经说法了啊，开始讲经说法啊。那么佛是30岁成道的啊，换一句话说，释迦牟尼佛叫大阿难30岁啊，大了30岁。佛说法20年，阿难才出家，阿难20岁嘛才出家，跟佛做侍者啊，跟佛做侍者。那么换一句话是，这个前20年所讲的经呢，阿难没听过啊，啊，以后嘛，这个20年嘛，啊，这20多年了，佛说法49年了，啊，阿难参与这个法会，啊，怎么这个偈偈经呢，都说他，哇，如是我闻呢，啊，所以。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啊，这个疑问自古以来常常有人提起啊，大师在此地给我们解释啊，说古为有四义故，这一解释在这里面有四个意思啊，所以经端呢，阿难可以说如是我闻。曰稳无碍啊，有四义故啊，说这个稳无碍。那么又呢，我呢有三，何稳不稳呢？亦无碍故。的确，这样的注解我们听了很难懂啊，所以底下呢还要再加以解释啊，抄里面解释了。一者，佛成道已历年20，阿难出家60年方命为侍者，虽亲视佛而30年前佛所说经呢，何得具称我闻呢？这是把阿难一段简单的历史说出来啊，说古达斯义啊，这有四个意思。第一呢，辗转闻啊，佛过去虽然讲经他没有听到了，他一些同学啊会讲给他听，告诉他听
啊，那么我呢又喜欢多闻啊，他也很乐意啊，这个经常向别人请教啊，所以他辗转闻得如报恩经言，我呢所不闻经呢，从住比丘便闻，或住天子说，这个天就是当年佛的那些护法啊，那大护法他们也常常在一起听经啊，听了之后啊，他们也说啊，说如涅盘经乃弘光菩萨之所流通故啊，这是在涅盘经里头啊有记载啊，就是佛告诉文殊阿难比丘啊啊，告诉文殊菩萨了，他说阿难比丘呢是他的堂弟啊，那么跟他做侍者呢，但是20年前呢啊，这个所讲的经呢他没有听到啊，那么就是佛入灭之后呢，阿难所没有听到的经呢，由这个弘光菩萨了来协助他流通啊，所以这是由经文呢依据的，这是辗转文。那么二者呢，佛重说啊，如报恩经言，我乃应佛命为侍者，乃求三愿啊，佛叫他做侍者，他等于说是提出三个条件啊，其中就有一个条件说呢，就第三个啊，所谓文经啊，请佛重说，那么佛也答应他了啊，所以由过去所讲的他没听到的，有一些是佛重给他说一遍的啊，重说的，所以他有机会听到。三点呢，是我难思通啊，不说他自己也明了啊，如金刚花经言，我难得法性觉自在三昧，所谓文经自能一持啊，涅槃也云若在若不在自然能解了故啊，设在讲我乃是大权菩萨实现的啊，不是真正小乘的初学啊，他也是来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的啊，好像唱戏嘛，释迦牟尼佛唱主角，他来帮他唱个配角啊，哪有不明了的道理呢啊，这是完全都通达的啊，这是所以讲他得这个法性觉自在三昧啊。那么什么叫法性觉自在三昧，这个意思是悟了法性啊，像我们禅家讲啊，明心见性，就是这个意思啊，见性吗？那么从真性里面呢，起的觉悟啊，发现是没有边际的啊，发现也就是真性，没有边际的，也没有过去、现在、未来，所以一个人真正见了性啊，事出世间法没有一样不通达啊。最明显的例子，禅宗六祖啊，他见了性了啊，所以他没有听过的东西他都通达，他没有见到的东西他都知道，你只要给他一提他马上就晓得，为什么呢？
一切法都是法性变的嘛。你见了性啊，哪有不通达的道理呢？所以这个见性就重要了。啊，人要怎样才能见性呢？一定要定。啊，一定要修定。啊，在我们这个经里面，就是修一心不乱。你就修这个。心到清净到极处的时候，它起的作用啊，就叫照见。心像一面镜子嘛。啊，这面镜子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它就起照见的作用。啊，这个照见呢，就是般若智慧，啊，真正的智慧，啊，十方三世没有一法不知道的，啊，他都照见了。啊，你也不说，因为他没有分别，他是平等清净的。哎，你一说呢，他立刻就有反应，他就给你说明事实真相。哎，所以说般若无知，无所不知。啊，无知是什么？是他照见的时候。啊，即而常照，照而常即。啊，像一面镜子，照得清清楚楚的，他一句话也不说，他也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他也不落印象，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别人问他，向他请教，这是他起作用。啊，起作用的时候是无所不知啊。啊，所以诸位啊，要求真知，什么都知道，你先求个什么？先求个样样都不分别、不执着、不落印象，求这个。啊，这个无知啊，不是白痴那个无知，不是什么都不晓得，是吧？那个白痴啊，那是真的无知啊，他这个是无所不知啊，啊，不起作用的时候是无知啊，起作用是无所不知啊，啊，那个白痴啊是起作用不起作用他都不知，是不是？那是错误的啊。那么我们要恢复我们自信的智慧德能，就用这一句佛号就可以，啊，就可以，啊，一定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啊，不但这个世间法放下，佛法也要放下，啊，因为你佛法不放下，你还有一桩这个贪念。你的心就不清净，啊，心就不清净，所以通通要放下，啊，这个才是恢复自信清净心的真路。那么阿难呢，就是他已经明心见性了，啊，这是大菩萨再来的，所以，啊，佛讲一切经，他都知道。这个不听也晓得，啊。第四者，啊，是清凉这种上善。一，我乃那大权菩萨影响红川，如不思议境界经言，舍利弗，啊，目犍连。乃至阿难等，借大权菩萨现身闻声，何至于己也不闻也？啊，这是华严宗啊清凉大师啊，把前面三个意思这中来说啊，那么他说的也非常之好。啊，非常之好，啊，这个像这个佛的弟子当中，啊，舍利暮年呢，都是古佛再来的，啊，古佛再来的。
这个正法了，住世立业人天啊，但是不容易啊，众生没有福，他不信啊，他不相信啊，所以佛到这个世间来了，谁去追随他呢？换一句话去，哪一个来捧场呢？啊，凡夫不认识他了，也把他看作凡夫啊，不会捧他的呀。啊，所以才有啊，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啊，他的佛法才能兴隆啊，一定要有人捧场啊。啊，那么到末法时期到今天了，众生心里面想的什么呢？贪嗔痴慢，他想这个东西都是心外求法，所以魔一说法了，好徒众啊，成千上万都来了啊。为什么呢？他要求啊，他说我给了啊，我前天在哪里看到一本书啊，啊上面这个卢生燕呢戴了是吧，毗卢帽啊，啊非常庄严呢 啊说在那说法，说什么讲财神经，大家喜欢发财吗？哎，我就教你们怎么样发财，所以人通通都来了啊。我过去在洛杉矶啊听说他到洛杉矶去弘法，就是讲这个财神经啊，听经的人呢要买票进去，一张票20块美金，啊，人山人海。我说他了，真的发了财了，他真的发了财了。哎，我说每个人都想发财嘛，想听听啊，怎么样才能发财？结果发财啊，不是听众，是他发了财了。啊，所以我们那边的同学告诉说法师，你要这样讲讲，你也发财了，是不是？所以正法呢，是要人呢一切都放下的。谁愿意呢？没有人来听啊！啊，叫你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通通放下，叫你修清净心。这个听众当然就少了，所以诸佛菩萨就要来了啊！释迦牟尼佛了1250人都是佛与大菩萨来化妆的啊，来唱戏的，甚至于佛的那些护法、国王、大臣，通通都是菩萨再来的啊！你说经常讲这个舍卫国波斯匿王。四地菩萨实现的啊，他要布施这些佛与大菩萨们，谁认识释迦牟尼佛了啊？所以正法决定不招摇惑众，不招摇惑众，决定呢不作怪啊，不变这些把戏去诱惑众生，平平实实的来教导啊，所以唯有诸佛与大菩萨们他们来拥护啊，这叫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啊啊，这个末法的衰相啊，众生福薄，佛也不来了，菩萨也不来了啊，所以佛法衰了啊，僧团没有了啊，活的僧团没有了啊，一个人一个道场，实在是不像话了啊。说老实话，佛教里面不是没有力量啊，不是没有钱财呀、啊、都分散掉了啊，如果这些出家人统统住在一起，把这个力量集中起来，不得了啊！
啊，一个人搞一个庙，彼此不能够互相合作，这佛法当然会灭掉，这一定的道理。啊，但是谁能够救呢？没有人能救。啊，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摩根佛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啊，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魔王波旬就告诉他，啊，你这个佛法有一天我要把你灭掉。佛笑笑对他说，我这个佛法正法，你灭不掉的。魔就说了，到你末法时期，我叫我这个魔子魔孙呢，通通出家，啊，整个把你渗透掉，把你佛法灭掉。佛听了流眼泪了，啊，今天就是如此嘛。啊，楞严上说得很清楚嘛，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嘛。啊，所以今天我们有幸闻到正法。啊，闻到以后怎么样呢？自己度自己啊，这个最重要了。啊，我们自己找到一条生路了。啊，我们晓得老实念佛决定往生。啊，所以我学佛，从学佛那一天，我就不赞成建道场。啊，为什么呢？建了道场，就有斗争，就有麻烦。我看的太多了。啊，李老师以前跟我讲，我们在建道场的时候，每一个人出钱出力，到外面去拉的圆布去化缘呢，个个都是菩萨，同心同力来建道场。道场建好了之后啊，一个个都变成罗刹了。啊，为什么呢？我花的钱比你多，我要做主持，就是我虽然比不上你，我比他们都多，我要做当家。啊，寺庙的主持当家怎么来的？谁花的钱花的多，以这个来算的。什么道德什么东西他不论了，甚至于不服气都打架了，啊，斗争了，搞成这个样子。啊，我亲眼见过的。啊，所以这种道场是不建也罢吧。啊，纵然你建好了，啊，到你自己死了以后，徒子徒孙在那斗争。啊，大家在抢啊，大家在夺啊，哎，造罪业啊。还有一些呢，被在家人占去了，啊，他家里啊还有些亲戚啊来了就占去了，啊，把这个道场搞得乌烟瘴气。我也见过啊，他自己虽然没有儿女嘛，他兄弟有儿女嘛，啊，什么侄子啊、外孙啊，通通都来了，把这个庙霸占去了，啊，出家人也赶走了，啊，他们在那里每一天在那里收香火钱，啊，搞这个，啊，这个是我们末法佛门的衰相啊。啊，所以我常常鼓励同修当中有财力的，主张你们提供道场。哎，那提供什么？提供啊奖金，提供修行，啊，主权呢是你自己的，那大家就不争了嘛。啊，聘请有德有学的法师来主持。啊，我这个道场不给他，给他就害了他了。哎，我请你来做主持。临终来休息，啊，你离开了，产权是我的，啊，你做得好，我多请你住几年；你做得不好，我请你住三年，你走路，我另外再请别人。啊，那么他住的这个，他就乖乖的要学好了。为什么呢？不好，下一次人家三年满了，人家不继续聘请他了吧？啊，他就有道心了。你这个道场给了他了，他道心没有了。为什么呢？地方是我的。我要做怎么做就怎么做，你干涉不了，道心没有了。
啊，所以从前修道人真正有道心，为什么呢？寺院丛林是公家的，不是属于哪一个人的。你真正有道德，欢迎你来住；你没有道德的话，住几天，请你走路，签单。啊，所以他一定要守规矩，一定要真正修行，啊，他才会被这个道场啊欢迎，啊，他才能常住得下去。啊，现在是一个人一个道场。啊，我在台湾虽然这么多年了，很惭愧。我在新加坡演培法师碰到我了，他说你从台湾来呀，印至台湾寺，我说我很惭愧，我不知道。他讲给我听，在台湾很多年轻的法师出家没多久呢，自己找了一些信徒，花了一些缘呢，买了个公寓房子，挂一个精舍，自己一个人一间。他给我讲在什么地方，好像有七八十间呢，哦，都是这样的，啊，装一个电话，哪里有佛寺接洽，他就念经了，啊，念完回来自己一个人享受，啊，不受任何人管辖，都是这样的，怎么得了？啊，所以他对于台湾这个传戒，他很反感，这是燕培法师告诉我。他说如果再这样传下去的佛教非灭亡不可，啊，形象通通破坏了，啊，以前这个出家的时候五年学戒，啊，你出家剃头的时候你在常住里的至少要住五年呢，啊，你这个基础根基稳固了，你才有资格出去参学，啊，哪有现在一个人一个道场，这个不得了，所以这个都真正是好法师啊，啊，才会说这些话了，啊。那么在香港，圣依法师也是很了不起的人，啊，他常常到大陆上走动，啊，那么大陆上呢，这个佛教对他非常尊重。他有一次告诉我，大陆有一个寺庙啊，这个。已经重新在这个恢复了，啊，那么他们不知道里面怎么做法，就请他去向他请教，啊，他们提出这个意思，就是现在就是寺庙里面常住一个人一个房间呢，啊，一个人一个疗房，圣依法师听到非常反对，他说不可以。啊，说中国寺庙自古以来都是住广单的，广单就是通铺。啊，他说一个人住一个房间，门关起来之后，他做什么？谁看到啊？啊，一个人住一个房间的，决定修不成功。为什么呢？毛病习气啊都出来了。啊，所以。那个大陆上那些姐妹听他的话，所以就不做这个疗房了，统统做广单，做通铺。啊，所以修行人白天在一块，大家看到你；晚上睡觉也是每个人看到每个人。这样才能把无世界的习气啊，慢慢的断掉啊。这个是对的呀。啊，不是说我们今天物质生活享受富裕了，一个人开个房间，还有个套房，嗯，好是好啊，都是三途恶道去了，不能往西方啊，啊，往西方极乐世界还是要住通铺啊，住广单呐、啊，啊，你说不说别的吧，你说住通铺，我想最低限度啊，你每一天早晨被子会叠得很整齐的。否则的话，一看那个乱七八糟的事，你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嘛，啊！但是一个人一个房间呢，他就不无所谓了，他房门一关，谁也看不到，啊！就是这点偷懒的习气，他都会改过来，啊！所以圣依法师讲的很有道理，他说修行人住一个人住一个房间是不可能有成就的，啊！那么这一段讲的是佛的这些弟子。
啊，乃至于护法，都是诸佛菩萨实现。啊，可见得，真正有道心的，不在乎名利，不在乎地位，我们只要把这桩事情做好就行了。啊，像唱戏一样，徒弟学生唱主角，老师呢在旁边敲边鼓，啊，跑龙套，啊，啊，跑龙套，他老师啊，啊，不在乎这个身份地位，啊，一定要把这一台戏唱好，啊，那么佛法住在这个世间，一定要能真正利益众生，啊，要以这个为着眼点。啊，学自己的明文理养啊，佛法就行了。啊，所以佛法是私道啊，这个很难呐、啊。现在传法不容易了。啊，现在人什么呢？讲感情。啊，信徒怎么要拉信徒？啊，要给信徒好脸色看，要巴结信徒，那个信徒才来。哎，你要是稍稍不巴结他的时候，哎呀，那个庙的人对我那么好，对我那么客气，我为什么到你家来啊？我到他那去不好吧？这从前李老师在台中就非常感叹，啊，台中的莲友啊，被别的人拉走了，啊，为什么呢？人家那个道场啊，宾至如归呀、啊，还要伺候的无微不至啊，舒舒服服的呀、啊，啊，李老师现在讲经说法，天天骂人，算了。为什么天天骂你？那你捧我，我后边来听你骂了，是吧？就跑掉好多啊，真是感慨万千啊！所以我们想的是千佛拥护啊，啊，共同把这个佛正法了，在这个世间建立啊，这是我们同学应当要记住的啊，应当记住的。所以我们这个道场。不拉信徒啊，能到这个地方来共同研究，大家都有福报啊。没有福报的，他不能参与这个盛会啊。那么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啊。